来关注巴以局势。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瓦法24号报道，由于以军过去两天对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及周边地区进行猛烈袭击，大约10万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此外，由于以军的轰炸和撤离令，当地有20个避难中心已停止运行。